那作业的前三题可能比较大家比较没有问题。好，那关于作业二有同学有问题想问吗？好，或者是遇到的时候再来问就可以。关于期中考有一点想提醒大家，也许不一定是在座的各位这样，就是说有超过十位同学就是拿到零分嘛，就是有一些同学拿到零分，然后有一些同学没有来考这样，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真的觉得就是。可能目前看起来没有希望的话，那就是可以考虑就是停休这样子。我这边不会有意见哈。然后这门课，我听说好像就是不会影响你们毕业，就是如果你们没修这门课，或者是没修过这门课的话，你们还是可以毕业的。那如果真的觉得没机会的同学，可以考虑停休。可能跟在座的同学没有关系，不过就是还是讲一下这样。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会继续。后续的课程，稍微浏览一下，就是说我们上半学期其实花很多时间在教一些程式里面的一些可以帮助提升你们程式能力的一些观念或方法。那第一周的话，程式风格就是说，有一个良好的程式风格，其实对大家以后在写程式会很有帮助。好，就是如果程式风格良好的话，其实它根本上它就已经避免了很多可能会出现错误的情况。那之后你要 debug 的机会就会少很多。好，那第二周的话。讲到就是出错的技巧，那主要的技巧其实就是让电脑告诉你到底错在哪里。好，那这个因为就是说，就是我发现很多人，甚至包括很有经验的人，他们会去看程式码哪边写错，来判断就是这个程式为什么错。好，那但是这种方法就是，其实在很多情况会有极限，就是说你可能常常看程式怎么看就是对的，但是结果跑出来就是错的，就是你可以说这个叫灵异事件，但是就是还是蛮常出现的这样。好，所以我推荐的方法就是让电脑告诉你错在哪里，其实就是用 print 来放在。你希望检查的位置的前后面，好，比方说你放在某个地方，程式当掉，或者是程式没有印出东西来，好，那接下来就是寻找变化，那放在这边没有印出东西来，那你就放在其他地方，直到它印出东西来。为什么这样做？有可能就是这个程式根本就没执行，或者是一些其他很奇怪的问题，导致它没有印出。所以，如果你能产生变化，让它可以印出东西来，那这就表示你跟程式开始有互动。然后能印出东西来之后，然后你再下一步就是再让它印不出东西来。
在印得出东西，可能你放到城市一开始，它总会印出东西来。然后接下来就是再往下，跑到某个地方，哎，又印不出东西了。好，然后再回到前面一点，再让它印出东西来，这样。就是这样 ，print 几下而已，就是都没做什么事，很快你就会发现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这个方法其实它不需要去了解你的程式到底怎么写，它也可以帮你做几道。就是我以前大学有时候常常要帮同学debug， 就是因为我国中就写程式，所以作业对我来说就比较简单这样。那同学有的就写一写，然后发现有问题，然后给我看，那就其实我看字的速度很慢，所以我不太可能看懂他们程式在写什么。那但是我可以帮他们debug。那用的方法呢，就是请他们在某些地方加分，然后就是引导他们自己找到问题出在哪里，这样。好，那这个方法就如果你熟悉了，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他一直就是同一招这样，同一招他就可以解几乎所有的问题，包括我刚刚说的。时间还可以，他也可以几分钟这样。好，然后第三周的话就是说，不知道大家之前写的程式是什么类型，就是大规模，也许还没写过大规模的程式。好，那但是大规模的程式的话，就是只要你们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在 main 函数里面去架构你的程式，这样去把你的程式的架构实在化成。但是它包含你的程式的流程、程式的架构。那这样子，你在写大的程式，就跟一些小程式不会差太多的。那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重要技巧。然后在第四周的话，就是档案的操作与应用这样。接下来有时间的话。会再继续再示范给大家看，就是档案操作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技巧，而且它能做出蛮好的应用。好，像比方说在之后资料处理类的时候，我们也会继续再用到档案处理的技巧这样。那数学公式实作的话，就这个就是跟你们应用数学系比较有关，就是你们学程式设计以后，之后你们可能会修一些数学的课，然后或统计的课，然后你们需要用程式来处理来做你们的一些数学的公式的这些事情。好，那有些数学公式可能包含递归这样。那这个地方就是我强调，就是说按图施工。就你的公式长怎么样，然后你有能力把它转换成程式，你的程式就能正确的表达你的公式。好，只要大家抓住这个重点就可以。接下来就是程式编译的前置处理的一些应用。那这个在我提供给大家的理工程式里面有用到一些这样的算力。所以它可以产生出两种以上不同的效果。一种是就是上传到 zero judge 的时候，它只会产生答案。那另外一种就是你要 debug 的时候，就是你可以让它变成可以显示每一步的过程，就相当于真的在走迷宫一样这样。然后再来。系源里面有很多函数可以用，有一些很好用，有一些不好用。就是这部分我主要是跟大家强调，这样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函数我们都要学，我也不会教所有的函数这样，因为它真的很多，然后有一些真的不是很好用这样，所以我只教我觉得好用的，然后推荐给大家。
那有一些新加加的函式也很好用，所以我推荐的写程式的方式，因为以后大家就是要写到纯C的程式，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说，你们以后，比方说研究所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就是老板要求你不能用C加加，这样的情况是应该是非常非常少见，所以我推荐的方法就是你的程式可以用，比方说以C为主，你们学了很多C，那但是C加加有一些东西也很好用。用了以后，你可以省很多行的程式，那这样的功能为什么不用？就是说，我们不会去很详细的学习C加加，但是C加加有些东西很好用，我们可以拿去用。那这样子，你们写出来的程式就要用C加加编译器去编，这样子，它就变成一个C跟C加加的混合版本。好，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待会我会再。稍微说一下后续的课程的规划，这样。工作不太顺风的话，也很惨的、啊。
的啦，我怎么样回去试的。是这样，知道不是哦。这张是四个人是开放的，这样也会有上面楼上这个地方的那个吗？这楼下不是有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不是有这个地方？知道你这样的。这边不跳，好烂呐、哦！哎，这台电脑的。有拔的，去拔呀，去拔人家的连线，拔人家的连线，插在自己电脑上面，他没有哎、欸，啊，来，两趴了。我不想，感觉一拔就哔哔哔哔哔，这好玩。Thank you.
介绍，我们会先复习结构，然后稍微提一下跟资料结构 有关的一些比较基础的知识这样，然后下一周的话，但有也要看进度有没有落后这样子，预计的话下一周会讲到物件，就是跟物件导向有一点关系。好，那但是是以西语言里面的物件为主哦。西语言跟西加加的物件会稍微提到西加加的东西哦。好，那如果想要了解资料结构啊、演算法详细的一些知识的话，我下学期会开演算法的课。先去了，去了，先去了。跟昨晚一起去。好，那演算法的课我就会详细介绍资料结构，
比如说资料结构里面有堆叠数列啊，然后有串列，然后有数，有图形之类的东西。然后演算法的话，其实我们以前是在资料结构的课里面学到那个排序跟搜寻的演算法这样，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演算法，然后排序的演算法就是学的最多，就是有20种排序法，那透过这样子就是用不同的演算法解一个问题，然后看他们这些方法的优缺点，这样来研究一个问题，研究一个演算法，这样子，我们就会来玩详细的来玩这些东西，然后会提到时间复杂度，就是说资料结构演算法，它的出现本身是为了就是提升程式执行的效率而设计的，就是说让如果你不学资料结构跟演算法，你一样可以写程式，一样可以做出游戏啊，或者是其他的程式，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程式可能跑起来比别人慢，然后你想要用一些方法去加速你的程式，或者是你的程式用的记忆体用的太多，你想要找一些方法来节省记忆体，就是用更少的记忆体，然后一样可以解同样的问题。好，那这些方法在资料结构演算法里面，我们就会经常的去讨论这个问题。好，就是说资料结构演算法它是为了提升程式的效率，或者是让空间用的更少。好，就是时间、空间。减少时间，或者是减少空间，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效率的问题而出现。好，那物件导向的话，就是物件导向的话是对，就是在写程式的时候，本来程式语言的话，一开始就是机器语言，然后再来是组合语言，这些我们叫做地阶语言。一些语言就是说你需要懂很多硬体的东西你才有办法写。好，那再来就是有中阶语言，然后像我们一开始学的，我国中的时候是学 Basic， 就是它算是高阶语言。那 Basic 除了可以做到一些数学计算，它还可以画图，然后还可以写程式让电脑就是演奏音乐这样，就是写法都很简单，所以那是高阶语言。那C语言算是中阶语言，原因是你写C语言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懂一定程度的硬体，才会有办法写，就是还是要懂一些就是比较低阶的一些知识，所以C语言算是比较难的一个程式。那但是用C语言的好处就是，其实很多的系统都是用C语言，用C语言写出来的程式比Python就速度会快很多。Python写出来的程式就很慢，然后Java写出来的程式可能算是稍慢这样，C语言写的程式最快，就跑起来你去比他们的所花的时间的话，那个 Python 花的时间会最多，然后 Java 的话我没有比过，但是应该是比 C 还要慢这样。好，所以大家学 C 的话，就是其实还是蛮有优势，在职场上就是会 C 的工程师已经越来越少。现在大家都学 Python， 那就是说，在程式里面，只是光用一些 INT 啊、CHAIR 这些基础的这些资料形态，用来构建一些东西，就是
怎么样把那些复杂的东西包装起来，让它变成韩式布，或者 变成一个东西，然后在使用的时候，在处理的时候可以比较简单的处理。那这个就跟物件导向有关啊。比方说我常举的例子就是遥控器，我们用遥控器来控制电视嘛。那所以比方说我们程式设计师如果是比较低阶的程式设计师，就要去写一个遥控器，这样怎么去控制电视。那如果写应用端的，就是写给使用者用的程式，就可能就是处理那些按钮，按这个按钮的时候他会做，按这个按钮他会做什么。对，就是一些复杂的东西把它包起来，然后用的时候就会比较开心，用的时候你就只要附加一些简单的函数，它就可以做到几乎所有需要的功能。就是这样，把程式设计变简单的概念是物件导向 的一个精神所在。那所以说，接下来两周我们都是算是简介一个课程这样子啊，资料结构啊，或者是演算法，它是一个课程，然后物件导向也是一个课程这样子。然后接下来的六周，我们就是来让大家来玩一些实际的问题。资料处理类的话，我们会处理一些复杂的资料，比方说现在 AI 领域很红，所以像 AI 就是在做资料分析。那在做资料分析之前，你需要先能读取一些复杂的资料，好，你才能对它做资料分析。好，所以对资料做一些基本的处理，对一些复杂的资料做一些基本的处理，那这就是我们这两周会玩到。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玩一些就是写一些游戏相关的程式。好，那当然我们不会碰到那个像 Unity 啊那种专业的系统，好，像那些系统就是你们可以用它的工具，然后就画出一些角色。像我玩风之谷，风之谷的角色可能用一些高阶的一些工具，然后搭配一些简单的程式，就可以做得到。好，那但是我们只是在这门课的话，我们要只会让大家玩就是文字模式的小游戏了，比如说贪吃蛇啊，或者是其实走迷宫已经算走迷宫已经算是小游戏了这样。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学了C语言，好，然后可能就是多一些C加加的东西。那这样子我们能不能我们的就是学到目前这样的工具，能我们能写出什么样的程式。好，那我相信若只是目前学到这样能做到的事，可能还是蛮有限的。好，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比较厉害的程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需要去引用别人的套件。比方说我们会去 GitHub 上面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别人已经写好的，然后是公开给大家用，然后把他们那些函数库加到我们的程式里面，那你就有